重病的处理方式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怎么处理。重病主因是热能严重不足，处理上应以外内热源为主，按推患处为辅。处理后若还有病症，应按推原始痛点。不言而喻，治疗疾病的目的首先是保住生命，其次才是解除症状，而热能正是维持生命的主要因素。由于体伤表现在症状，热能反映在体力，故研判重病的好转与恶化，观察体力虚弱病症远比其他症状更为重要。也就是经治疗后，不论症状有无改善，如见体力渐渐充足，则属好转。反之，如见体力渐渐衰退，则属恶化。重病患者如果已使用原始点所有方法仍无效甚至恶化，则此患处体伤所致之病症究竟是属体伤修复过程中的正常恶化现象，还是热源的使用无法直达患处体伤，亦或是已超过人体能够自我疗愈的范畴，可通过辨症状修复时间及治疗范畴的诊疗方法加以研判。若属前两者，可用原始点继续处理，但需善用热源使其直达体伤位置。若属后者，需审慎评估从果处理是否有效，若有交由西医治疗，若否最好安于现状。但如果其恶化原因是由于不正确生活习惯造成，则患者必须反省检讨，通过适当运动、充分休息及良好心态，并注意饮食及温敷，以改善热能不足，增强体力，间接疗愈患处体伤所致之病症。此外，不仅要按推原始痛点，以解除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，还要尽量避免侵入性治疗及任何寒凉性药食，包括各种点滴，如葡萄糖、食盐水、白蛋白、抗生素、利尿剂，唯有如此才能转危为安，重获健康。好，其实他积极的处理方式我们也提，但也提醒各位，到了命危的时候很多是不能做的。但很可惜的，现在很多到命危的时候，他个人是很紧张的，所以如果他是在医院，医师都会有所建议，哎呀，你应该打个白蛋白嘛，补充一下，尤其一些水肿的人。那一般家属会不会拒绝？绝对不会，因为他拒绝就代表他怎么样，很在乎钱，是吗？然后对病人没有感情，都会这样。然后他都快挂了，我再怎么样钱以后再赚都想给他打。但是别以为打了就会好，而且到了已经热能都耗尽了，那医院我认为这样再提出有一点，对，有一点那个是不对。因为如果从原始点的角度来看，那很明显嘛，这些不管白蛋白啦，或是什么食盐水、葡萄糖，那个绝对都是怎么样寒凉啊？为什么它会挂？就是热能快没有了，再凉的进去就差不多了。所以很多人不知道，那这些都是危害啊。西医又没有热能的概念，所以你到医院你很难逃得出来。所以我才说有一些都要想清楚，你到了这个节骨也命危了，你实际上你是连一点点错都不能犯，你在悬崖边缘了，你一个错就掉下万丈深渊了，是这种情况。所以这一段特别提出几个观点。第一个，好转与恶化
是看什么？体力。为什么要看体力？因为没有体力人就会挂。那治病的目的一定是先活命，而不是解决症状。你们有没有生病的时候只要病好那挂了，有没有挂没关系？有没有人这样？没有吗？我看不对，你们是在我这里才说没有，去到医院都说好好就来吧，要怎么样就来。所以西医如果你有肿瘤，他就告诉你要签啊，不签我不做啊。啊，签什么意思？我不保证你能活着回去哦，但你那个肿瘤我可以割得干净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你们签不签？签呢代表什么意思？只要我把肿瘤干掉，我死了都不会找你，就是这个意思嘛，很明显嘛。啊，你们刚刚回答我的又不是这个意思，你们说治病是要先保命，但是你们去到医院是要怎么样？先把肿瘤干掉，即便死了都没有关系，是这种决心的。好，那其实如果冷静一想，治病的目的当然先活命，那活命做最重要的因素是看热人，热人反映在外的就是体力，那道理已经再清楚不过。所以当你在治疗的过程中你体力越来越差，代表你绝对是恶化，你不要再去看肿瘤的大小。好，那也不要看症状有没有好转，这个都不重要。好，再来提出一个问题，如果你用原始点所有的方法，结果体力没有恢复，越来越弱，啊，症状也越恶化，这个是好转还是恶化？绝对是恶化。那这时候你开始要评估了，这接下来如果你们临床遇到这种情况有几种可能。第一个，它是在修复过程中症状会怎么样？起起伏伏，反反复复，不见得是坏，那这个我称之为正常恶化现象。有时候在修复体相的过程中有时候会出现正常恶化现象。好，啊，还有一种什么可能呢？还有一种就是这确定越来越危急了，也就如果是这样，你自己要反思你到底有哪里犯错。如果都没有，那就确定一件事，他这个病已经超出人体人怎么样自我修复的能力了。那这个就是代表重因不能解症。好，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是犯了错啊，比如说啊，你哪里什么热能不够什么，那这个都可以继续用延时点，那或是没有运动然后鼓励他运动，哎，他还是可以好转。那第二个，如果是正常恶化现象，那你也不用担心。啊，还有一种是怎么样？还有一种状况是你的使用热源虽然都对了，但它非得怎么样直把热源直达体相位置才能解症，这个也要考虑。很多比如我刚刚讲的，如果高烧腹泻，你温敷肚子有时候没不够力的，不够力，它一直拉，这时候热源要直接怎么样送到它的体相位置，直接进去，然后它才能够直接温暖器官，达到止泻解症的功效。啊，如果你温敷头部或温敷什么样或运动什么，那些都太晚了。所以你自己遇到你自己就要评估是不是我用的不当。第一点，热源没有直达体相位置；第二个，是否这样的恶化代表的是一个修复体相过程中的正常现象；第三个就是，哇，它已经超出你怎么样人体自我疗愈的范畴，那这个已经原始点无人为力了，也就到第三者就无人为力了。有这三种状况，那你自己好好反思。那怎么来变呢？
这个我们下一个诊疗方法就会谈到啊，比如看他胸腹时间应该好而没有好哦，这个我们就可能要担心了啊。好，那这三个在临床上会遇到，所以我认为哈，我即便这样跟各位讲，你们很难去理解，我还是放案例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第一个放马来西亚的案例。自体免疫案例。2013年，我动了一个医生所谓的小手术，就是我子宫的水流和血囊切除手术。那三个月后呢，其实我就面对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我在一夜之间，我的手完全动弹不得，我没有办法写字、穿衣、拿笔，我每一样东西我都是需要人家来服侍我。我不晓得是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我到处都去找方法，我从小小的诊所到最后大医院、中医、西医、神医、风水，我什么都看了，但是我的病完全没有一点起色。半年后，我不只是右手，我的左手也完全没有办法移动，我需要靠我的家人来协助我。我每一天就是这样子来度过，那我一直都坚信不疑，我总会有好的一天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到一位很多人都说很有名望的医生那里，他告诉我你可以动手术，只是说半年后他会再复发，每半年他就会复发一次。那比较遗憾的就是说你最多可以活多3到4年，这4年后今天的我还依然活着。其实当时候我听到我还剩下最多4年的命，我第一个想法其实就是我付出那么多的努力，我要做那么多的东西，那最后我花了那么多的钱，我看完所有的医生，最后我什么我都得不到，我只有一个死。所以我当下我马上我就崩溃了。其实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我回家看我爸爸妈妈最后一眼，我会自行了断，因为我想活得比较有尊严。但回到家乡，我妈妈一看到我，她就说，我听说那个原始点好像很不错，你要不要试一试？我其实我是真的想敷衍我母亲，我真的是去原始点看一看。当时候有一位师姐，她就帮我按推我的手掌，当天我的手就肿胀得很痛，我就很不高兴，很生气，就是连死你都要让我死到最痛的那一次，我就受不了。但是我妈妈就看到我这个情况，她就让我看光碟。我看了光碟，我决定再试最后一次。那我跟我先生说，我认为这个是我最后的希望，能和不能我就是靠这一次。我回到嘉颖，去了嘉颖的原始点，师姐让我喝一杯姜汤，很小的一杯我记得，而且也不是太浓。我回到家，我开始呕吐晕，当天晚上我再喝的话，我其实就开始肿胀麻痹，那身体就开始发红痒，真的是受不了。接着的那个时间，我其实就开始晕啊，不舒服，发高烧，甚至我进入半昏迷的状态。我先生跟我母亲吓得半死了，就互相沟通，然后我先生就在我耳边轻轻问我，现在马上就送你去医院好吗？我告诉他，医院我去了很多，我几乎那个是我第二个家，我知道医院帮不了我，医生帮不了我，西医帮不了我，这一次你一定要支持我，我就只是剩下这一个希望。我讲完了过后，其实我已经几乎昏迷了。很幸运的，我的先生并没有把我送进医院，隔天师姐师兄都有来帮我安推，甚至拿姜汤给我喝。这样子的一个情况，我维持了大概3个星期多，近乎一个月间中，我真的是有气无力，我完全是处于虚弱的状态。那3个星期过后，有一天我自己站起来，我自己可以洗碗，我自己可以干水，我变得正常了。
是原始点让我有今天，是原始点在三年后的今天原本就是我的死期，我竟然还可以在那这里跟大家分享原始点的优点跟原始点的能力。是原始点和张医师延长了我这一条命，是原始点和张医师丰富了我的这个生活，也更加是我们的义工们、我的志工们给我的支持，让我在最绝望、最崩溃的时候扶我一把。我真心的谢谢原始点。从这一个哈，我们来刚刚印证这三种状况，啊，第一个，他在用原始点的时候有没有犯错？好像喝姜汤而已，按堆而已，这些不至于会造成这么严重，他却造成了，而且看起来很明显的恶化，甚至什么症状都出现，高烧，然后吐、麻，什么都来，甚至到进入昏迷，这看起来很危急啊，都已经命危了，是吗？好，这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？一般人又会怎么样？他先生要不要去医院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后面有写哦，如果他即便是第三个哦，也就是超出人体自我疗愈的范畴，那你真的不是从因能解症，那唯一就是从果。那从果也不是一定要去医院哦，因为你还要进一步评估哦，这如果送去医院，医院能不能从果解症？如果不行，如果可以当然我们送，但如果不行你送去，那不是死得更快？因为他去就更都是寒凉嘛，我们已经知道这是严重热能不足嘛，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？如果评估西医有办法那就送，如果评估不行的时候那应该怎么样？安于现状，什么都别想，准备好好往生吧。人有时候到了这一刻是不是甘心于放下所有一切，然后好好的走，知道原来人终究有那么一天会来，而，来的时候应该要懂得怎么样？懂得善终是一个最大的福报，有没有这样的智慧？你们有吗？有，声音那么微弱，就是准备以后遇到了就去医院了，看起来，要不然都没有声音，表示哈，因为到了这一刻其实很难抉择。一般啦，依我的经验，大部分会选择去医院，所以你们回答不出来，我也能理解。啊，即便已经都这样了哈，那你也知道送去没无望，但好像不送去，人家会讲话，亲戚会讲话。然后会说东说西，你会怕人家说什么，即便对的你也闭着眼睛啊，算了就送了。所以他先生也知道他去医院没有效，但还好他太太讲一句话，我不去。他不是因为对原始点了解，他知道去了怎么样，还是死路一条啊，而且西医早就宣判他死刑了嘛，所以他是在这样的因素下没有去。但没有去也让我们看到真相，原来这个过程中正是体伤在修复的过程所出现的正常恶化现象。所以他慢慢熬啊熬啊，熬过一个月之后，哎，竟然身体好了，而且原来两手完全不能动的，他为什么会这样？连吃东西都要人家喂啊，他这里没有讲出来，因为我那时候在演讲他有来，我问他，他说所以双手都不能举，然后还要人家喂，这样活着有什么尊严？所以他说要了断，就是已经活到很不堪了啊。所以结果呢，他熬过了这个症状的恶化考验，种种境界来考验他，熬过了，然后最后他赢了，他也站起来，然后他的病真的好。你看他现在体力也完全跟正常人没有两样，但是问题你们遇到了，你们有没有办法熬过来？
一般各种境界来打击的时候，你们还会相信原始点吗？啊，像他这样哦，他如果你们没有去过医院，像这样还坚信原始点的，请举手我看一下。啊，这也是反映真相，不多啊，不多。但我认为光有这几个，我已经很欣慰，因为这些人一定非常有智慧，搞懂了，就是这个回事。因为你气没有用啊，那会不会死是看热人呐、啊？那谁会给你热人？就是只有原始点呐、啊，他连原始点都给不了，那你去哪里又有什么用呢？别想太多了。好，所以这是第一点。所以当你如果没有犯错的时候，你自己评估，他这个确定，你看手也肿，然后昏迷，这肯定是热人严重不足啊，没有什么话好讲。那如果操作者你会怎么样？如果你患者只要愿意继续跟我，我绝不放弃他，我不会说因为他快死我赶快送，要不然以后会有医疗纠纷。先别想那多，就是你还是要站在患者的角度去思考。然后我认为原始点以后要做的也是如何让民众了解，即便走到最后一刻，人最好是自然的凋萎，也不要再做一些侵入性治疗，那是很痛苦的，好走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福报，这个一定要教育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来放下一个案例，血崩的案例。血崩案例，2011年有一位师姐送了一片原始点的光碟，老公如获至宝，就开始学习。隔年年底就晚上有时候会摸摸乳房，就摸到中间有一个硬块，隔天早上整颗乳房又硬又痛，老公就用原始点帮我处理，手法虽然很粗糙，但是按推一个礼拜以后乳房就不痛了，恢复柔软，从此以后原始点就融入了全家的生活，家人的各种症状都靠原始点而非健保卡。今年2018年我56岁，已经进入更年期的年龄，到去年月经都很正常，今年2月开始月经量就比较增加，而且时间拉长了2-3天，3月月经量会比较大，又有一些血块，时间也拉长了一倍，这一次结束以后5天又来了，量更大，2-3个小时就要换一片40公分的棉片，血块也越来越大，体力变得比较差，爬楼梯就会很喘，就上网去看，发现有一些血崩的状况，看的结果医生都说到这个年纪子宫已经没有用，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子宫摘除，我不想要摘除，老公就开始用原始点帮你按推，刚开始按推2天量有比较减少，可是过后量又增加，还越来越多，反反复复到4月中体力是越来越差，4月23号早上10点血块流量就越来越大，后来我去坐在马桶上，突然排出一个很大的血块，我整个头都晕眩，眼前就发黑，快要昏倒了，我那时候想说赶快把它处理好，出厕所门去叫人，老公跟儿子就赶过来了，整个人就倒下去，老公扶我到床上，那时候还有意识，就温敷，就一直在冒冷汗，又晕又冷，四肢无力，突然感觉到腹部那边是器官还是什么在蠕动，一下子前面酸痛的很，一下子后面跑来跑去，持续了半个小时才缓和，从快晕倒到处理完差不多2个多小时，状况才比较稳定，就持续温敷喝姜汤，没有按推，到傍晚没有血块，恢复正常月经的状态，4月30号已经没有月经，还是有一些分泌物，5月6号傍晚都没有月经，突然又跑出一块血块，5月7号早上又排出2个血块，下午就在泡茶聊天，一直坐着，后来一站起来突然有一个肩包大的一个血块排出来，赶快回家温敷处理，每隔20-30分钟就会有大血块
排出来，陆陆续续排出了十几个，孩子都会很担心需不需要去看医生。我说不用，我觉得很舒服，老公还是持续帮我按推温敷喝姜汤休息。隔天早上起来好虚弱，很晕，手脚也都无力，休息一个礼拜体力慢慢在恢复，老公就催促我去爬楼梯，体力越来越好。五月八号月经分泌物都没有了，五月21号几乎不用小护垫了，体力一直在进步，爬楼梯次数越来越增加，喘还是会喘。到六月一号身体就变得很轻松，手脚关节酸痛都消失了，气色越来越好，恢复正常的生活。这一次前前后后两个月多亏了原始点，让我都没有什么后遗症。所以大家要把原始点学起来备用，当你有状况就不会惊慌。信心要是不够坚定，全家都没有共识，光是亲朋好友的关切，有问题就要看医生，不要自己当医生，你很容易被这些压力淹没。非常感恩张医师的无私奉献，也很感恩志工师兄姐的付出，谢谢。啊，这个过程中你们也看到了，它不是一帆风顺，中间好了又恶化，然后恶化起来血快喷出来，人是很虚的，啊，头晕目眩都快昏过去了，然后再起来啊，好不容易休养又来一块，又是这样好几次啊。你们能够这样坚持下来吗？像这种一看啊，很可能你第一个会想，哎呀，对啊，人家就尤其亲戚朋友又说去医院啊，很多人如果对原始点没有信心会不会去？一定去。那去了你可能也好不了，因为他原来还是热人，那在排的过程中他一定会消耗热能的。我看过有一些重病患者，他光去厕所就会晕倒，尤其在想上厕所的时候那一刻，比如说要大号或小号，特别危险。因为一般人没有什么事啊，这种动作是很自然，但他们体力只剩一点点，有时候拉出来他就倒下去了，甚至有些人就死在厕所，是这样来的。所以到了很严重的时候，你就要考虑，就是随时要温敷，哦，那如果能挺得过去，它就慢慢怎么样，会修复过来。但你一离开热源了，你说好，那我不照这样，那不照这样，你热能会恢复吗？也不可能。所以这时候你真的要在经历这个反复的过程中，你一定要怎么样，要很笃定的。然后我这样走，重新解症，接下来会怎么样？如果真的命该绝，那就算了嘛，我已经该做的都做了，对吧？啊，如果去医院，他也没办法，啊，他还是一个热人的问题啊。那如果学原始点，这个完全了解了，你再评估，你会很谨慎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，这个也是很难治的。类风湿性关节炎案例。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令人害怕的病，因为医学界目前还没有根治的方法，所以有人说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不死的癌症。服药控制16年的漫漫长路，以为可以缓解关节的疼痛和恶化，但是关节严重变形，身体的免疫系统功能降低，手脚关节肿痛，两膝肿胀，举步维艰，坐轮椅，两手变形，关节肿胀疼痛僵硬，手指严重弯曲变形，生活质量严重受到影响。只要遇到季节交替，天气冷热变化大，四肢关节痛到受不了，症状加剧，痛到无法走路。这些年的折磨，从痛不欲生到今日的重生，这期间的痛苦反复，各中心酸痛处的滋味，外人难以体会。我是2015年7月幸运地认识了原始点，我知道自己的病是属于比较严重的类型，
我从尝试、深信、照着做、停药，到将近四年后的今天，已经20年了。接触原始点的第一个月，当我明白原始点的从因改善，我就停掉所有的药物。先生及家人都担心，叫我慢慢减。但我从体力的改善中体会出原始点的道理很简单，就是体伤和热能不足，我开始一样一样的认真执行。从一开始奇迹式的好转，令人雀跃不已，到半年后又反复恶化，时好时坏，期间有如洗三温暖。几个小时前可以活动自如，爬楼、走路、运动，几个小时后竟然恶化到连走路都困难。起初难免失去信心，内心恐惧压力，又急求病好。志工开导鼓励，叫我不要担心，才不会耗掉原本就不足的热能。继续调理，加强热源，运动，做足功课。我也更明白张医师所说的，要保持内心平静，不要太在意病情，彻底放下对疾病担心害怕的念头，即使反复变化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坚信唯有从因下手才是根本解决之道。我每天坚持运动，爬楼梯，晒太阳，能有今日的体力太不可思议了。感恩张医师原始点，让我们这些重病患者、绝望的人看到希望。也谢谢先生这么多年的陪伴鼓励，度过难关，每天帮我按推已是他的例行公事。我们现在推广点当志工，帮助需要的人活得更有意义。大家好，我叫陈倩云，我患类风湿20年了。我的类风湿在医生口中里说的是急性，我一直在用西医在治疗，那个急性的厉害就把我的手脚腕、手腕脚腕所有有关的关节、膝盖、手肘都变形了，一年的时间就把那个全身的膝盖的关节、手腕啊等等这个关节都变形了。2019年3月份了，4月份了，一直写到现在，还好没有肿，可以走路，可以运动，可以去晒太阳，可以爬楼梯，这样我就在慢慢的用原始点在调理。感恩志工们帮忙按推，感谢张医师发明的原始点，谢谢。前后比对，处理前，处理后。这个很难治的，啊，那他痛起来的时候，早上还好，哎，有时候下午一痛就完全动不了，啊，是这样，所以对病人是非常大的折磨。然后他好不容易这样也熬过了，那这样反反复复，因为他也知道西医反正也好不了，啊，所以他也能够这样继续坚持下来。那到最后你们看，体力跟之前比对，哇，差很多。好，那。我们放的这几个案例，就是很多在修复过程中，好像看起来是怎么样，突然间恶化。那这时候正是一个考验的开始。如果你评估它就是本来就是修复体伤的一个正常现象，那要不要害怕？绝对不要，然后继续用。啊，如果是属于这样，然后如果是属于。我们的热源没有办法直达体相位置，那就要怎么样善用热源，该灌肠就灌肠，啊，该洗眼就洗眼，比如我这样举例。好，那如果是属于后者最后一项，确定原始点所有从因都不能解症，那你也要评估哦，这时候去西医他真的能帮我吗？如果可以那你去，如果真的不行，那我建议还是怎么样安于现状。好，那这里我们讲完重病的处理，因为这里重病到命危各种状况都有，特别复杂，后面我们还会继续提。那我们紧接着来看，如果这里处理不好，
进一步再恶化，那就是怎么样，死路一条了。那我们如何来辨，一定会死，好，生死之间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段。三，生死存亡的分辨与治疗原则。病症若出现喘息苔间，久久才急促呼吸一次，则说明热能耗尽，体力衰竭，大限已至。处理原则，绝对要避免徒增患者痛苦的抢救，如压胸、CPR、电击、气切、插鼻胃管、插导尿管，以及无谓的治疗，包括任何含凉性药食乃至各种点滴，如葡萄糖、食盐水、白蛋白、抗生素、利尿剂。以不可喂食温热性药食及按推原始点，此时只可温敷，让患者保持神志清明，安闲而逝。如果还能根据患者的信仰或习性善加开导，使其放下尘世所有执着，则是临终一大祝愿。好，这里要特别提出来，只要你看到患者已经出现了喘息苔间，久久才呼吸一次，必死无疑，绝对不可能好了。所以连生死都看不出来，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了。这个绝对用什么方法都好不了。我看过很多，从来没有这样而好的。那到了这个时候，西医的一些抢救根本连考虑都不要考虑了，然后原始点呢也都不要考虑了，你不要想再喂食姜汤怎么样，那是不可能好的啦，了解吗？而且你喂他，他久久才呼吸一次，他已经不能吞咽了，你喂进去姜汤，他咕噜咕噜停在喉咙，反而增加他痛苦啊。这时候不要想这些啊，还要喂食什么，什么都不要想。然后按推要不要？按推是解症，人都快走了，你解他什么症？不用了，这个也省了。那热源它正在消耗间，你看到了死的时候，人大部分都会慢慢变冰凉，有没有？它热能会慢慢耗尽。那你如果温敷，我认为 OK 的，不是热敷哦，温敷，那让它消耗的慢一点，缓慢的走，它会走得很安详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那如果他急剧的下，你用一些破坏性或种种，他热能一下子就没有，会死得更痛苦。千万不要这样做。哦，那这里还有一个就是，你走到哪一道，其实话又说回来，不都是已经注定了？你除非你们不相信因果，你们相不相信因果？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你们相信吗？相信哦。那相信就好，相信应该是很安定啊，因为总有一天要来算账的嘛。我这一辈子到底做好做坏，自己已经很清楚了，该上去还是该下来，下去往地下钻，自己也早就选择好了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那眼睛一闭就照你生前的计划走吧，那都已经做，所以根本不用担心，那走就走潇洒一点，你反而哦，在那里痛苦的挣扎也没有用，反正越痛苦他还是要走，那起嗔恨心会让你脑袋更不清楚，本来要往天上走的，一气下来竟然是往地上钻，也有可能啊。哦，所以要走就好好放，好好走，放下啊。好，讲到这里，其实这里是到第二个诊疗方法，尤其第二个诊疗方法变轻重，等于从轻症到重症到重病到显象到命危到必死无疑，每个阶段有没有讲？所以如果真的读懂原始点，你病到什么程度一看自己都清楚，那你还会害怕吗？你走到哪一个阶段了，心里就有个底。人之所以会害怕，就是我不知道下一步我会怎么样，
然后不能活的还要求生，那不是颠倒是什么？那人活的你却把自己的机会放弃了，那也是颠倒。本来已经走到悬崖断壁，但只要知道回头，然后该用运动的运动，该心情调整的，该温敷的种种，你做到了，可以起死回生啊，可以从危险啊转危为安啊。好，那我们从昨天一路讲下来，讲到现在，我认为应该是从生病的角度我们也都谈到了，对吧？但从生命的角度我们好像也都谈到了，因为这里已经告诉你们从生到死的每个阶段的变化。因为当你生下来，你就要面临什么？老跟病，你是逃不过的。包括你们现在，昨天的你跟今天的你，你们还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，你们又老了一天了嘛，对吗？不可能都不变的。好，那如果不是老就是病，那到最后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又会走到哪里呢？死嘛，那个一定会死而已啊。你还有什么？那到死的阶段他又有整个经历，那你自己是可以评估的出来的，对吧？是不是这样？绝对可以评估出来。那因为你评估的出来，你其实该做的该交代的其实都已经交代的清楚了，所以以后你们怎么死的应该也都差不多清楚了。不要死到临头还要求救啊，找原始点啊。所以原始点我认为从这里哈，一个人哈，你看从生到死的每一个阶段都能明明白白。有些人说中医吼会让你糊里糊涂的活，西医会让你明明白白的死，你们有没有听过？原始点可不理这两套，原始点是让你怎么样明明白白的活，即使以后要死也会死得明明白白是为什么而死，不会让你糊里糊涂的，而是有智慧的。那你们每一天面对的生老病死每一个阶段，我们生下来这个才是重大的学问，你们不学这个学什么？所以我问你们，老病能不能分？我第一天就问你们，现在可不可以分了？可以。但是我第一天问你们，你们是不可以的哦。那不可以就是代表你们连老病都不分，然后就更不要说病分到什么程度，你们又分不清楚。所以如果能够了解，我认为活着会学了原始点，他到最后一定会活得怎么样非常自在，因为到了哪个阶段清楚的。